我就是我们的好查某囝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应该出去啊，出去。 已经不起，阿出去！宝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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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钗。 已经不是王家的人了，也不是你的查某囝。宝钗，老爷，宝钗，可别。 我好像熬不出来，我就把小妹弄没，我跟他做对娘，我跟他做对娘。那安尼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夏明贵。 我来去跟你阿爹讲，夏明贵，拢是你，因为刚才你害我失去一个查某囝，害我失去一个查某囝。
阿爹没得了，我会死。老爷，阿爹，阿爹，老爷。为了我牺牲这么大，你对我的好我一世人都会记得，我照做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，我会好好疼惜你，永远疼惜你。我听讲，宝钗甲恁阿爹三更醒了哦，叫恁阿爹赶出去啊！哎呦，真正是吼，好代志无人知啊！啊，这种见笑代吼，人谁知哦？安尼讲起，这是真实的啊！哎，真正是家门不幸啊！啊，宝钗这种翘翘人哦，那去嫁迄个老西红哦，迄讲起哦，死家己的目睭哦，去勾着喇叭啦！好一个千金小姐唔做啦，去选着一个哦，去食龙君啦！阿姨哈，哎呦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我要来去苦劝宝钗，叫唔通跟迄个谢明贵，安尼糟蹋伊一世人的幸福啦。哎，哎呦，无效啊啦！你要爱死心嘛、啊。人宝钗啊，敢为着谢明贵啊，跟我阿爹断绝爸仔囝的关系啊，吼、哦，伊心偌凶的啦、啊。你要去找伊哦，无路用啊啦。啊，即摆听下敢查某人遐尼真呢？是安怎你敢要找宝钗啊？敢讲我甲伊袂比你哦？你看我啦，我身材吼、啊、就是身材啊，迄红阿头吼、啊、就是红阿头啊。啊，所有听下介查某人有诶吼、啊，我拢有呢。啊，而且吼、啊、搁较好啊，啊，搁有哦、啊。诶，高公子，高公子，高公子，哼，无爱插我。总有一天，我爱你娶我做某，互你知影我王英彩有偌好。就是讲你困去啊嘞，那几个人在家生风啦啊！我在等明贵，等明贵哦，哈、啊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小林木啊，我有好消息哦，嘛有歹消息要甲你讲。啥物好消息、歹消息，唔着紧讲，大事个兴天。好啦好啦，我讲啦，啊，这好消息吼、哦，就是哦，宝钗啊，宝钗是阮达达要做恁谢家的新妇啊啦。真是嘞！你跟你够欢喜，你别听歹消息了咯，哈！宝钗都已经要嫁给我明贵啊，这世界
无影啦，你一定爱听啦。我不爱听啦。好，你不爱听，我袂讲啊。哈，宝钗是去让你老爸赶出来的呢。惊着啊！吼，惊着啊！我就是那个老狗，想开啊，要把宝钗去让阮明妃，原来是给赶出来。就是啊，哦，这宝钗实在有够可怜的啦啊！宝钗对阮明妃啊，这么有情，说定倒来害着伊。阿娘，我找宝钗回来啦。宝钗，宝钗，你受委屈了吼。阿娘，阿娘哪在？我把所有代志都跟少年母也讲了啦。阿母，都打入阮家的大门啊，搁叫阿母。叫一声好听，阿娘，喂，快，来，你慢坐，哎，仙姑啊，快点扫了啊！阿娘，你是安怎啦？那么爽快哟？我是受过欢喜。叫嘴烂砸掉。迄大人大正啊，搁会去互嘴烂砸掉啊，是干那你尔啦。归来。阿娘，我跟咱讲。哎，仙姑啦，你阿你嘛伤寒，面贵只过来就叫伊跪哦吼。归来。好。三百五啊，阿婆你的代志，你归回大庵。起来。对哦。哎，我啊，切。来。哎。面贵，我爱你，敌我。甲宝钗面头前咒诅，讲你这世人会好好疼惜宝钗，绝对袂辜负伊。会啦。吼，阿娘，我开始讲是啥物代志哦？归好，干那讲无效，爱咒诅。好，我咒诅。我下面会咒诅，我这世人绝对袂辜负宝钗。绝对好好对待伊，我若讲会到做袂到，我就去予雷公打死。阿娘，阿妈都已经救抓，你现在还一直在哭。我是怀疑，小怀疑可以砸掉。阿香姑来，到前面坐地，小妹跟姐啦，来啦。免啦，我要看我的千金新妇，我有话甲伊讲。阿娘，阿娘唔砸掉。起码正式替明贵啊，向你提亲，你敢愿意嫁予阮明贵啊？少年母啊，你有够三八的啊！人宝钗才为着明贵的代志，跟老爸拼命才走出来，你搁在家里啊？你敢愿意答应嫁予阮明贵啊？希望恁两个永远恩恩爱爱。白条街路，自从明贵出事了后，我就一直希望有一个查某囝。你放心，我会将你当作我家的查某囝来疼惜。唔对哦，阿娘，你安尼一直在扫，要请一个大夫来给你看卖无？是啦。明贵是粗鲁啦。头壳阁无啥好，以后伊若是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，你都爱让伊，都爱管教伊嘿。少年母啊，莫甲明贵闹开啊啦！啊，若是讲明贵无好，宝钗来去杀掉伊嘛对无？
无彩，阿娘无啥物好诶物件送你，即卡手环是明贵阿爹送我，即马我转送互你吼。阿娘，多谢阿娘。阿牛啊，你去准备红辣椒吼。哎哦，碧桂，你来遐找当年我叫你阿爹穿的那红纱裙吼。好，我去来拜托的哦，新娘都爱穿个水水啦，身材就出面隔壁来吃喜酒啦。对对对，去去去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快起来，起好，阿玲过呀啦，哎，阿龙今年有几多钱啊？哈。今日是你要做大家的日子呢，较紧啦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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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地府啦，嗨，地府啦，若是讲今日未赴，明仔载嘛是会用的啦。哎，谢玲啊，啊你哭爹拖家创啥？叫囡仔哦，哈。哎，闲哪啦？谢玲啊，啊你闲哪啦？哈，啊你闲哪？啊！啊！啊神父，你啊！你为某才出来啊，才是大条啦！神父，你起来啦，卖困到脚会断啦！别叫我，别叫我，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哦！啊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还挂啦？你到位啦，你到位啦！不挂啦，不挂啦！你大声些，吓我呀！阿娘，阿娘，你是安怎？阿娘，你是安怎？阿娘，这边死，你连话袂讲啥啦？阿娘，不准你哭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真是的，阿娘无法度亲眼就看到你甲宝钗成亲，爱记。好好对待宝钗，哈！宝钗，阿娘，你嘛爱甲冰柜啊，好好驾驶，好。两个愈早成亲愈好，愈早愈好。我知影。这些钱哦，
不用提起开，卖阁欠嘛吼。是累了，阿娘，我还没进门，你就灰心了，是不是宝钗没一个福气来友好你，哄待你？阿娘，喂，等我菜蒙白啊。心情，明贵，对啊，阿你刚好，下了快打过去你了。不要紧的，宝钗，你会记得阿娘过身静静，阿咱两个较紧心情，差差一些规矩，阿娘欢喜多好，你欢喜多好。对不？阿娘，你讲对不？宝钗已经答应，已经答应。阿娘。爸母的安排，这我也无反对啊。也不过，我也是认为讲哦，
就算讲转交爸母的安排，这婚姻嘛是有无完满。多谢你们道歉，三德将断绝了白家的关系，以后恁都不是王家的人了。局长，局长，我就会相信你当局长。大爷，大爷！这是要送啥？弄给你啦。我，啊，你哪有准备这些物件？塞车啦，拢轻轻做啊，给你啊啦。那就安尼啦。虽然阿嫂是无嫌你瘦哦，啊，你心情嘛非常歹看啊，对不？啊，你看吼，有皮啊啦吼，衫啦，啊，垃圾啦，哎，够鱼啊，刚刚嘛，弄给你。多谢。啊，三大兄弟啦，这家己人啊，说啥物多谢？卖讲啊啦，卖讲啦！哎，今日是你新生的日子，你也欢欢喜喜哦，吼！我知啊。哎，无啊，没事，我先来做。对，来。啊对，过来。嗯。啊，原来到底来顶两杯啊？才搁讲啦。你也好好对待人，知无？我才没你讲，我知啦。喂。啊？我先。三八啊。明贵，公主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我听伊讲，宝钗为着你。跟因阿爹断绝爸仔囝的关系，宝钗为着你做出这款代志，伊对你的感情一定就深的吼。我只是人，也当娶到宝钗是我的福气啦。拄只看到你门口甲红菜，恁要拜堂啊？啊，你要来花巧？我问你啊，我对你安怎？你哦，你对我足好啊，我一定拢足感激你。干那感激你啊？啊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哦，我这世人一定会找机会来给你报答啦。我不爱你报答啦，我跟阿姨怎样？我。你别玩啦。哎呦，你想都唔知我的意思，哟，你都唔知我，你都无了解我。我啥都无了解你，啊！你是公主诶，西凉的公主诶。你，好，我问你啊，在你的心目中，我甲宝钗两个比起来，啥个重要？当然是宝钗啊。公主啊，你哪里卡？哎呦，公主，你听我讲好无？我做工啊，做工啊，你袂使家己咧做工啊，我起只，我起只呢，全部给人分呢。啊，你是公主，你袂使家己咧做起只呢。我自细汉的底下有啥，无人敢违背我的意思。你哪里对我？你是安怎哩对待我？哎呦，别给他等下，公主，你别安尼。
我跟你讲，我跟宝钗的感情真好，公主对我的情意，我实在是受动不起，请公主原谅。你给我走的！你敢知影？你是头一个敢拒绝我的人，你敢知影拒绝我有什么下场无？我话你别讲了，你别讲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即马上介意人就是宝钗，我无可能去爱着别人。你是不是一定要娶伊？对啦对啦，我无娶伊袂用啊！你袂当娶伊，你袂当娶伊。公主，我看宝钗感情真尔好，你是安怎办结婚呢？好啊，你敢袂记？你有答应我，你要替我做啥代志？我会记。我即马爱你做的，就是离开宝钗。安怎？你想要反悔？我不是想要反悔啊，但不过，这件代志我做袂到。你做袂到。你做不到，你若做不到，我就跟你抬死。宝钗对我这样好，我不愿辜负。假使你若敢讲，我答应你的代志做不到，我甘愿和你抬死。你敢是我不敢。宝钗，我你居然都没安呢？娘子了，娘子，宝钗，哎呦，你老火啊！无大事了，宝钗，你哪这戆啊你？我会用火柴，你袂用火柴，你受伤我是我会吃的你。娘子，你啥鬼？奶奶等，好，来，你别生气啊。公主，来，宝钗。讲几句话好不？公主，你别走，我才不是，我不是调岗的。我知影，你不是调故意的。公主，你答应我，有通因为名贵来影响咱两个人的感情好不？天公伯啊，就搞做敌人的，是安那爱护咱两个人，同齐爱到一个查甫。宝钗，可是我若不准你甲明贵做伙，你安怎？我甘愿来去死。祝你幸福。必定安尼做，我拢会当为你去死啊！一点仔伤，又阁算啥物？宝钗，是的啦，咱爷的心情都害你受伤，那是胡阿娘知影，我一定会叫伊骂死。明贵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只要你会当明白我的心意就好啊！搁再讲，我嘛希望公主对你的感情会当有一个结束。
是安怎？我即马心情无好，你莫来抓我。公主，出去。公主，你敢出去啦？出去啦！是。我甲宝钗在吊孝，你可以替我原谅我。我的家公，你为什么不提我？为什么？见到你，公主，公主。你是安怎？无你的代志，你出去。公主，这是你的刀。出去。公主，咱两个早晚是翁仔母，你何必就安尼呢？放手，出去。公主。出去啦！出去啦！公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关心你唔对啊！你别讲啊，喊你阿好听。你心肝内底想啥？你就是我唔知影是，你想要坐阮皇爷的位？你就是讲你做了驸马爷，就当做新郎王，你别想想啦！我从来都唔捌想遐，我对公主只是一片真心。我从来都唔捌想过新郎王迄个位。今日你安尼对待我，根本是为了谢明贵。对，就是因为谢明贵，我才袂介意你。我甲你讲，我一世人拢袂嫁予你。你敢出去吗？你敢出去？公主，公主，你赶紧去！你赶紧去！公主，我这么做，我这世人一定要娶你做母。我若是做不到，我死不为人。你走，你走。